啊，唯一看不出来重口味哦，完完全全唯一的菜，错吧？唯一的菜，想不到唯一这个你干，哇塞，哇塞，哇，你的心态也看，我觉得要倒出来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唯一这一段就是首先就有一个成语出来了，好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不知唯一。对，你知道现在我开店嘛，开店很累，有时候晚上备料是需要点提神的，看这个更累，对呀，不能后续了，你不觉得？我们直接起油门吹到底了，你不觉得很沉吗？推荐的真正的原因就告诉我，其实来是。哎，干嘛可以比啊？就是你哪一个部分你觉得很 OK 啊？对啊，全部啊，全部。因为我是觉得他，因为他现在有这一系列，他拍起来，他都把它拍得非常的唯美，其实又让人有一种很身临其境，然后很像是他就是自己的女友的感觉。有他的不止这一张，就他的整系列。你的女友会这样？哇塞，你吃得很辣哦。其实吃蛮重的。哇塞，他吃很重。对啊，而且这个水手服这种感觉是不是？我是觉得这整个里面有一个恐怖的一个点，哪里？那一点看了以后人就会亢奋。哪一点？这一块。那个什么？哦，微露出来。它是一点点。而且还有两件事啊，还是肚脐环，外面那件看得到里面，还有肚脐环，小心机啊，需要露一点点出来。不是都是透明的，有蕾丝，有加薄纱，两个都是最性感的。对，真的，因为他这是去泰国拍的，他在一个度假村的那种放饭店里面，感觉让更有遐想。哇，太有诚意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优。小优，你跟的小优跟我们认识的有差距。有小优。小优，小哎，小优送书了。好哇，所以这是你的招牌动作是不是？那个，没有，还我啊，这是署名啊，拿走哎。好，小优，好，这是在泰国拍的。对，这是在泰国，在海边。太美好。对，应该叫太危险。这里面很冲啊，太危险。你是有两个人啊？对，我跟那个泰模就是很激情的互动。哇塞！哎呦，这个看到了，出现看到了，碍于尺度，碍于尺度，真的是没有买，要花钱去支持，花钱是要买，要买，要买，这样，这样买，这样买，这个可以，很值得。可以了，这样了，很 turbo， 这样可以了。这真的是吹到底了，对，好，对，这好不好 ？OK， 这个真的厉害。不只是这样，后面还有很多，就是小优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本了，所以他这本是开始尝试一些他以前没试过，而且是一般写真没有试过的姿势，我从这表情看。你早讲嘛，你看我今天穿条紧身裤了。不要站起来，不要站起来，不能。哎，可是就是说，你这个比较尺度比较大一点。在拍的时候会不会有点担心？一开始会担心会走光，有时候比较激烈，然后胸贴会掉下来。就我那个泰国模特就直接用手帮我当胸贴，帮我扶好这样。哇，他是男的女的？他是女的，我有确定？对，确定女生。确定？请问怎么确定？你是男的女的？因为泰国有些人要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比女生还漂亮，超美的哈。那你拍的会紧张吗？因为你那跟他两个是肢体非常亲密，有一点害羞啊。因为我们除了拍照，还有拍很性感的影片，所以该摸的都摸完，不该摸的也摸。不该摸，不是有人姿势想知道，不然有人姿势变了，没事，宽一点。你说拍写真集，大家都喜欢看，看完以后的评价，你们会去看吗？对粉丝来讲，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挑战，因为以往都是前面四本都是我个人，然后第一次是大尺度的跟泰国跟台湾的模特有很多激情的互动。是，哎，那个厉害，有很多想象空间。他们的互动是真的是已经到一个境界了。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要看真正的互动。哎呦！都蛮出来的，尺度上会不会就是太性感？怎么这样子？您多虑了。你要送给我们，我们帮你鉴定。对，那这个你觉得最累的？
其实我觉得一开始会要克服心理障碍，因为我到海边的时候，很多很多的游客，然后我就是拍到一半就要把比基尼解开上桶，用手折。那游客还是继续进行他们的事情。我发现那个外国的游客啊，就是停下来看了一下，继续做他们事。其实还好，外国人习惯了，习惯了。他们其实你往泰国、往印尼那边，其实很多人在海滩上空。对 啊，对对对。但你不能怪呀，你要健康的晒。不是，反而是我们这种，就是我们比较保守国家会觉得怪，大惊小怪。所以人家就这样走啊。但有些观光客就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什么啦？失礼，我也有，我也有，失礼啊。我昨天抢的目标呢是熊熊，他跟熊熊鉴定一下，鉴定一下，鉴定什么？到底有什么鉴定？比较一下，就是说你觉得他们的相似的共通啊？你讲一下你看到的感觉啦。我知道他会觉得会有点像，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身高比较娇小的，然后笑起来阳光阳光的，他们的写真集不会有那种过度邪念，对对对，比较阳光的那一种，就是我们会不自觉的就以一个艺术的眼光去看他们的写真集嘛，哇，这个吗？哎呦，哇，这个可以可以，这吃什么呢？他是吃什么重要吗？吃什么呢？谁管他？只爱管口味，那包子怎么回事啊？中西合并的感觉，对对对对，哇，意大利面配包子，来下一个。哎呦，这个啊，哇，可以吗？这个，所以，这个底下是几乎都有，很安全的，安全安全。这个不是你就不讲，这个我们就破灭了嘛？为什么问下面？我们就要想象它下面不安全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下一种，哎，过分哦，那钻去哪里了？钻去哪里？没有找耳环啊，找耳环掉在里面，那洗衣机。就是当初拍写真集，你是想要。为什么会去想要去？主要是想要给就是支持我的粉丝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风貌，这样对，这样拍写真集啊，家里人会不会反对？我刚开始啊，就蛮担心家里面的人会反对这样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，不然先斩后奏好了，反正之后他们也不能怎样这样。然后没想到就是我回去，其实还是有跟爸妈讲一下，就没想到其实我爸妈还蛮支持我的，对，而且我爸他还会帮我分享，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，就是有关于我的写真的购买方式这样。这真的很，其实我有时候一直在想，就是爸爸怎么会分享自己女儿的这种用什么心态？对他怎么心？你问，对，问女儿王，女儿王，女儿王。对，我其实这也是我的疑问，就是说，那如果在于一个贴补家用的情况之下呢？那可以，因为我太累了。哎，那你的尺度到哪？尺度哦，那时候拍摄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每一个景跟每一个服装其实都已经有先搭配好了。那其实那一天就是拍我们拍外景，然后拍到就是日租套房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浴室，就刚刚你们看到的那个浴室的照片。然后呢，那时候其实那一卡本来是没有的，对，是那时候看到浴室的时候，因为摄影师是女生嘛，她就跟我说：“哎 ，Lisa， 你要不要拍浴室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好啊，那我要穿什么？”她说：“你不用穿啊。”我说：“哈，不用穿。”他说：“不然你围个浴巾好了，这样是。”对，然后我就想说好围浴巾，结果后来他就说：“哎 ，Lisa， 那你可不可以就是露一下后背？”然后接下来就说：“哎，那你可不可以就是哎，就慢慢的被他的花言巧语，到最后连整件浴巾都没了，这样。”